小安，起床啦，吃早餐啦，你睡到几点啦？是啊，我忘记你来我家借住了。你们在干嘛、啊？都摸了一个晚上了，不知道是谁哦。快起来了！吓死我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人痛而已。哎，你们都不知道我昨天有多惨。请欧家颖吃饭，结果是欧家颖付完账，我们才可以走。而且重点是我们去领钱的时候，卡还拿不出来。真是快疯掉了！哦，这么惨啊！我都快气死哎！不是啊，更夸张的是，我爸停掉我所有的卡，冻结我的现金，然后还叫我们的管家把我所有行李收拾，然后扔出来，连门的密码锁都换了，一次到位，这么狠啊！多，那你今晚有什么怕什么吧？我也不知道我爸在发什么疯，我也没想到哪里去了。要不归去安尼啦。我的天！不舒服，不然哦，你就先住下来了。有什么事之后再一起想办法。浩大哥，哎，我就知道你最有义气了，一定会江湖救急。算了，你把恁囝迄个副卡给断掉吧，阿姨都无钱好开嘛。就知道这个女生是不是真爱的嘛？这个方法可以试试啊。小安，对不起，虽然不是我自愿，但这次我算共犯之一，只好委屈你了。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